好，然后我这里使用的是我们的鹰眼，包括我们的回忆啊。好，鹰眼我也送饭。左右试探，我平 A。哇，这个有点难受。看来不能距离这么近去给你见闻杀，闪，哎，直接被起手。这里我直接先交一个友情技，闪掉，直接跳过你的剑招。谢谢大家，哎，可惜你我有乌塔，你有女儿的保护，然后给我了一整套。哦，直接打入保护，我的剑气纵横又好了。这波怎么办？拉位置，我近一点。哎，这波，又被挡掉了。剑纹身，赶快交出！哎呀，你的艾斯，但被我的小乙直接顶掉，后面顶掉，可惜了。这波也是红发的输出会非常的快啊，装修破发，哎呦。没关系，但是我可以再打入一套，然后当然我们鹰眼不会。哎，刚想说我也起手到你的，非常的可惜啊！红发的这个技能直接是穿到了我们鹰眼的刀光上，我的剑术在你之上。雷利，难受，起手，也是打到五张色破吧。哎，开启你的剑纹色，哎，很好，就是让你看你的剑纹色。哎，关掉。但是我哎，你这莫利亚有点恶心啊！我还沉浸在观察你的见闻色的喜悦当中，哎，感觉这个劣势有点大，劣势有点大。再来这里，我再拉扯一下，劣势有点大，怎么办？哎，给我个面子，给我个面子，给我个面子！点。你这个乌塔的友情技有点不讲道理啊，直接进入平局了啊！用乌塔就是为了这一刻，反过来了，我怎么闪了这么一点点远？是一厘米闪现，我直接根本就不想挡你的这个剑招，我直接来打一个先手，也没什么问题，直接，哎，我这个好闪，剑纹杀，这个小卑鄙啊！是直接把伤害灌满，哎，我都没有必要把我的徒弟叫出来，怎么办呢？我再挡一挡，难受啊！徒弟救我！哎呀，我徒弟也被挡了，我想要连满，但是非常可惜，哇，闪掉了我的马尔高，可惜没技能接啊！我其实应该用我的激斗去接，没关系。是不是？哎呦，难受！可惜我没有这一下没压到，不能挡到你的风。武装色破霸也是收掉你的鹰眼。哎，有没有发现我比你多一个技能？为什么呢？因为我没有带给我一个面子。那我必须要有节目效果的呀。毕竟我不是很想平，难得能战胜小罗老师的机会，是不是近在咫尺？有点快，有点快。也是直接差不多了，差不多了。我们的伤害打满。哎，倒地保护很可惜。哎，我慌了。哇，这个压制力真的很强，直接持续去进行输出。我突然一想，我刚才不应该跟你平局的，我觉得我那点血应该也能打掉你。直接踩，踩天好像，哎呀，踩天是没有，哦，没有追加的，非常可惜。你怎么还有马尔高啊？哎呦，跑掉了，我这波要被你打到那个斩杀血量。哦，斩杀血量，斩杀血量。暴气，眼纹杀，哎，但是距离有点远啊！哎，友情技，友情技起手，直接带走。哎，最后果然还是没有战胜我们的小奥老师。好，